人类，不用检查了，要洗的比较快。不要闹了，我去了，走开啊。瞬间好啊，来啊，你的笑容占据我的多天。你有病哦，吴子健，你可以不要每次都偷偷摸摸闯进来吗？我非常非常讨厌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闯进我的咖啡园里。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们不要再吵架的，找你讨论事情。等等，医生啊，这里啊！啊，不痛啊！我去。你这样把我推下来，我受伤怎么办啊？我不推你，咖啡苗被你踩死了。脏了，你擦。最好是啊，干净的要命好不好？我舔都可以。这咖啡粉是灰尘啦，咖啡工坊里面根本避免不了啊。脏的不是咖啡粉，是你。你吴子健就是自带灰尘，反走过必留下痕迹。我现在只要一呼吸，就觉得吸进名为吴子健的灰尘。如果你够有诚意的话，应该先把自己打扫干净吧。林玉楼，你故意找茬的是吧？对，怎样？不开心的话，出口在哪？那死不送。我偏不走。你嫌我自带灰尘是不是？没问题啊，那我就拍干净嘛。我拍干净就好了。恶心鬼，脏人，垃圾鬼！哎，你不是要检查吗？过来啊！不是要检查吗？林雨柔，你不是要检查吗？人类，不用检查了，要洗的比较快。不要闹了，我去了，走开啊！瞬间，好啊，来啊！你的笑容占据我的多天，回想失踪不经意的。我的心怎么了？你的回应总让我能开心一整天。离开你身边，无法忘记你的香味。总是想了太多，却不停错过。TV 电视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加油喜事。